心通知，下归意念，妙用不测为之神，自在无碍为之通。六祖众生皈依舍师舍行者，菩萨令伊神通涅化，令其舍邪归正，即无邪妄归依念也。四四无量地，妄行功德念，妄行为所行非正也，功德为所求邪福也。六祖众生因世求福，妄修功德者，菩萨令伊出四心涅槃，令其依依正法修诸善业，即无妄行功德念也。五四无色定地，妄修解脱染。四无色定者，即无色界中空处定、色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非相处定也。六祖外道，伊有老心，妄修邪定，以求解脱者，菩萨令伊出四无色定涅槃，令其依依正法修正解脱，即无妄修解脱之念也。道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，若有众生发十种心，随意一心专念彼佛，是临命中同得往生也。
因无损害心，以助众生常起大慈之心，不加损害；二无变恼心，以助众生常起大悲之心，令得脱苦。三六守护心，佛所说正法，无惜性命，守护爱惜。四无执着心，以智慧观察于一切法，不生执着。五起正义心，能离世间杂念之法，以利用定数上升地觉心。六不妄失心，求生净土，成佛种子，以一切时念念不舍。七无下的心，常行平等之心，以助众生尊重恭敬，不生轻慢。八成决定心，无着世间言论，以无上菩提之德，深生正信。无杂念心，修习功行，正住善根，心常远离一切杂念烦恼。其随念心，随观如来相好，离不生爱着之心，以无念中常念彼佛，是名其随念心。是身为女性的天职，对于小玉，我们为一个称职的母亲，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，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，
我常在想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每天辛勤的工作，相信有一天能见到他。我一直疑惑着，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，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？这天，我被扣上了项圈，带住了羊圈，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。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，我觉得十分害怕，脚步停了下来。眼前的小生命使我雀跃，原来听人之命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幸福。农历六月六号是佛教的赛经节。什么是赛经节呢？赛经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这一天报赛经书。相传这个节日的由来是，唐朝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回国，不小心把经书掉到水中，经有晒干，才将经书保存下来。为了纪念高僧取经的艰辛，寺庙在这天会特别将经书翻晒一遍，因此赛经节也称翻经节。除了崇孝古人行，赛经可避免佛经发霉，以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将佛法的智慧传承。金刚经记载着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，意思就是经典在的地方也代表佛菩萨佛法具足，应当恭敬。因此赛经可以累积智慧福德，并培养对三宝的恭敬心哦。赛经度众生，功德大无穷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。